见识下师傅的枪法。兵贵先生，你造圆谎，我会注意骑士的风度。交给我吧。随我出。创生之法，我会注意女仆的礼仪。兵贵先生，战罢了，该打扫战场了。岩石的重量令人安心。见识下师傅的枪法，热乎热乎嘛！势如破竹。我会注意女仆的礼仪。随我出。你造摇晃，我会注意骑士的风度。想不通就打脸了，热乎热乎嘛。交给我吧。兵贵先生，我会注意女仆的礼仪。我把喷火，接阵。讲不通就打扁了。流火，我来保护大家。听我号令，小心火烛。哎，哎，祭典重现。才，知师成亲，大家在身边，戮力同心，点燃引信。我来保护大家，一鼓作气，小心火烛。祭典重现，羽线难化，彩羽流火，该等攻击了。戮力同心，点燃引信。是成景，我来保护大家。一鼓作气，小心火烛。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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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金鱼来啦！该行动了，彩，彩雨流火，有大家在身边，听我号令。我来保护大家，一鼓作气，想看烟花吗？
该行动。真实成景，有大家在身边，听我号令。班尼冒险团出发！